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刚刚去过一年，现在海南芒果正在上市的时候，有新鲜有香甜，但是芒果好吃就不好剥皮，总是弄到满手都是。今天来分享五种快速剥皮的好方法，不脏手不流汁。下面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如果就这样直接拔皮的话，芒果皮是非常不好拔的，还会一点一点的断掉，到时候磕到指甲里面哪里都是，而且这个指甲还会疼。我们先来找个盖子，很轻松就能搞定，就这样抹擦一下，先跟视频中一样这样嘎。你看嘎了，看上去没什么变化，抹起来就是软软的。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剥。这样就很好扒皮了，不一点都不麻烦了。第二种方法，我们用了这个吃饭的这个簪子，这个底部直接这样插上去，然后用个削皮刀，来客人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刀发上几刀。是不是你看这样吃不是很方便吗？第五种方法也是找一个这个沙子底部插上去，然后多发几个削条，拔好后这样一皮一皮拔下来，像这样是不是跟拔香蕉一样方便，很轻松的就把这个芒果皮拔下来了。这五种方法你们喜欢哪一种呢？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点个赞鼓励一下吧，关注我，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。